大家好，黑色商贸 Mobile 啊，没错，新职业终于曝光了啊，终于降临了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我现在的职业是在最新的伺服器，最新的伺服器叫什么瓦的哈。那这个职业呢，它就可以转成斗神呐、啊，学东方的武术，可以自由自在使用拳法、踢法跟气功等多种法术。那今天就介绍这个职业，然后还有它的全技能。好，全新职业，黑色商贸 Mobile 全新职业，来。我在最新的伺服器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学什么 I 好了，W 以为是一啊，哦，好帅哦！好，黑色沙漠全新职业，赶快开始吧！哇，新职业就是不一样啊，实在是太帅了！哇，有种重玩，有种很爽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一直觉得重玩就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。不管是任何一个手游，重玩就是爽。来呀、啊，看一下这个新职业的技能吧。前期一样哦，继续给它靠下去哦。接下来这只新职业呢，我会严格管控它的背包。它的背包呢，我一不满意我就把它删掉。所以接下来这个新职业的部分的话，我的背包严格管控啊。那位这边是新手的关系，所以他应该是应该不会有太多东西。哇，新手也可以领回归登录啊，笑死我了！黑沙群新职业啊，这局很稳很稳。我觉得现在那么多手游，可以在游戏里面再下载资源，那时候不要直接在 Google Play 那边给大家下载就好，还在游戏慢慢下载。那到底要下载到什么时候啊？很烦，有些手游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现在可以做什么？这边给你们参考一下。我继续把属性解完了。你许下任务奖，挑战任务啊。哎呦哎呦，如今也可以全部接受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重点好了，不然就乱掉。来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技能，全技能哈。这边大家自己参考一下。金刚，好猛哦！装备比较像主动技能啊，哦，就全部的一个拳法的技能呢，哦，都是拳法，这是被动，应该没什么好看的，啊，技能成长这边都差不多了，好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他全技能的部分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然后这边他后期可以学到一些全技能，OK，好，然后他也是可以做一个预览的。就可以重新预览这样。当然没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啊，我觉得有哎。现在设计，你看，你可以一开始创的时候压力不会太大。顺便可以看他实战哦，他就是很帅气的一个拳击手，有啊，一个拳击手。很帅啊！这个就是黑山全新的职业，好帅哦！好，记得帮我点下一个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